正寒还袂拍开，就会当闻到香公公的味。水煎包煎甲皮恰恰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内面的料嘛是真讲究，菜包的菜拢是用当地的高丽菜，切笋肉包是用当地的切笋落去做的，牛肉馅饼、猪肉馅饼的肉拢是用国产的肉。食的时阵会当食到鲜甜的肉汁。现做啊，嘿啊，啊，过来看卖偌济，做偌济安尼啦。啊，猪肉馅饼甲牛肉馅饼来讲啦吼，伊内底拢有汤汁啊，吼啊拢。猪肉拢是用咱的温体猪，吼、哦，地点的温体猪。啊，这切笋肉吼、哦，就是咱遮白河当地的迄个农产品做的，就是讲咱当地的农产品做出迄个煎包啊，互大家去，互大家享用，讲算讲会当推销咱家己当地的迄个农产品安尼个对啊，嘿啊。啊，那高丽菜嘛是拢咱遮附近啦吼，的菜类用的。对擀面皮做馅料，包做一粒一粒的水煎包，所有的流程拢是头家娘家己来，就是要让人客食了安心。头家娘讲着，对开店到今嘛，卖介绍拢同款，就是要让大家食了欢喜。嘿，铜板价啊，薄利多销啊，嘿，安尼会当让大家享受啊，啊，这讲都不会增加负担。仅85年开业到今啊，价钱都没有涨啊，嘿啊。一夜猪肉馅饼哈。真正有够好食，20块尔，都食了迄口感，我感觉足好食安尼尔，足实在了啊，足好食。大庙口水煎包就伫北河中山路顶面，坐对面就是福安宫，欢迎民众会当来北河佚佗，来食看卖这会爆浆的水煎包。南天新闻，七家龙林建明，北河采访报道。